雞耳天嘅全面偵破大行動而家已經開始咗啦，全部真皮梳化都要埋清。啊，唔係啊嘛，高級餐牌椅又要埋曬，哇！舒適睡房又要掃，所幫嘅梳化同埋組合櫃通通都要埋清，仲要減至四字添。設計二天全面偵破大行動，前途好多嘢喎。